亲爱的父老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李立源 Robert。大家都知道我是个好人，所以呢，我想做一个让大家在休闲的时候能够欣赏的好节目，它叫做它的节目叫什么？叫什么节目啊？这个？招蜂引蝶、对，招蜂引蝶，最近这个脑袋不太管用，因为我懂得很多啊，真的是什么我都懂一点皮毛，但是呢，我可以怎么样？我可以把一个小的事情呢，给它详细的介绍啊，在你的生活中，在你的休闲中，我们可以介绍这个种花养草，我们可以讲讲我们怎么样养鱼啊，怎么养小狗啊，养猫啊。怎么样对待朋友啊，接待啊，各方面怎么样交朋友，让人家觉得感觉很好，怎么样把马子，那把马子是年轻的时候的事情，不是现在的事，anyway， 就是当然了，我这个节目 ChineseDailyNews.com， 因为我是个大忙人，但是呢，我这个人就是喜欢搅和，越搅和我越有精神啊，我一天睡觉3个钟头就够了，我告诉大家怎么样睡3个钟头还精神百倍，像我现在啊这样子。那么我希望能够把这个节目做的就是说在平凡中有特色，让大家觉得有看头，我们大家聊聊天共享一个快乐的时光。那么对了，这个是我戈壁长过来的这个芭乐，不是我种的，哎呦，特别的好吃，这偷吃的感觉真好，第一个单元我们介绍 Hawaii Garden 的有位廖先生，廖大哥，他原来呢从在台湾的时候他是一个很成功的建商，那么到了美国来，后来呢退休之后呢，他从事一个家庭农业的发展，因为他小时候呢，他们的家里就是在台湾，就是务农的啊，从小有干，就是学到爸爸妈妈，看到爸爸妈妈做这个稻田呐、种蔬菜啊，所以退休以后呢，他就买了一个3万尺的一个地，这样那当然也包括他的房子在里面啊。那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趣，而且是很有特色的这个一个就种这个蔬果。种蔬菜的一个专业的一个老板从这个建商转型到从务农在家里从事这方面的这工作。那么我们下一个单元呢就访问他。不过这个廖大哥呢很忙的，一天到晚都在院子里忙的而且他是做有机的，最重要他是完全用做有机的蔬菜他自己用这个做豆浆的豆渣，然后用鸡粪，用各种完全是天然的那种肥料来种他的蔬菜，种得非常非常好，又甜又香，而且有很多都是台湾品种特色的这些蔬菜待会儿我们去访问他，也希望廖大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非常的荣幸高兴能够请到我们这个种菜种水果的这个达人廖大哥他这个跟夫妇还有家里的这个儿女一起照顾他心爱的这个菜园。那么现在呢，我们是站在一个丝瓜藤下面丝瓜藤你可以看看，这个丝瓜藤有我们廖大哥亲自建筑的他的搭的这个架子铁架架这个牙管的架子，然后这个丝瓜长在上面因为它是完全用这个天然的它不上任何的这个这个农药，化学肥料它也不是，完全就是天然肥料，完全 organic 的这个栽植方法。那么我想请这个廖大哥呢，今天给我们做一个简短的介绍，谢谢你了。你好，请跟我们的这观众朋友讲一讲你种这个丝瓜种这些青菜这些心得，谢谢。说达人是没有了，是说我是专业的，摸这个东西已经摸了几十年了。是。那就种起来后啊，像这个丝瓜，那正季节正旺的时候，甚至就是年龄了。蛮多一点，对，看着很舒服。是，现在已经到了差不多尾声了大部分都在中秋节过后，对，就要变成秋瓜。对，秋瓜呢，它本身就会比较短。对的，然后就不会像以前那么看着很
受壮阳。是是是。那么很多的听众朋友问啊，观众朋友问说，这个瓜类开花时候要配合到这个雄的，雄的跟雌花，你对这一方面怎么样跟？我们朋友讲一下。嗯，对，一般如果像这个刚开始的时候，是有一些公花，对对，还有一些母花，大部分都是母花会先出来。是，对，母花出来的时候，你本身没有公花去稍微花粉把它调配的话，是是，它是没办法授粉的。对 对, 对，一般它就马上就会枯萎，枯萎掉了。对对，所以在我们都会说要上去之前。先把母花剪掉，哦，先留公花。对 对, 对, 对，第一批就是像这个还没上架之前，还没上架之前，哦，我都会留公花留在下面。是是是，然后等上架以后呢，开始留母花。嗯嗯嗯，这样子的话，你来搭配蜜蜂来的话，它就生得刚刚好。是的，那么这一批的话，它生的就会很多。对，那么雄花跟雌花都看得出来嘛？雌花后面已经有脂肪了，啊，对不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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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那这个长上去的时候，它是雄花雌花是一起长出来。就是把母雌花先处理掉，但是雄花的日期有多久呢？雄花可以开多久呢？雄花一般都在一天而已，那每一朵都只有一天，都一天，它到傍晚就谢了。但是它是整串的啦，是的，雄花整串的，它所以每一天它出来的花都不一样，对对，不一样。但是很快它就会凋谢了。是是是，所以我们观众朋友能够了解到啊，这个瓜类，尤其是丝瓜这一方面，雄花跟雌花这个日期的配合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很宝贵，这是我们廖大哥特别特别的把他这个啊这个非常这个宝贵经验告诉大家。没有啊，就是说这个已经做几十年了，一般他的成长过程我们都是很了解他的这个特性的。对，那看你这么有经验，也不是今天这几年才开始懂的，说不定在你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对这个这方面已经是。能够栽种这些植物了。嗯，对，因为我们小时候是农家子弟。是是是。那就放学回来啦，总是会帮妈妈做一些农家农务了哈。对对。那当然是出社会，因为学的不同，出社会就不同了。对对，我刚刚看到你的公子在那边一回来啊，事情把外面工作一放下嘛，你看马上啊，都到这个庭院中啊，跟爸爸妈妈一起来这个共同啊照顾这些蔬菜，真的是太幸福的这个画面，让我们很羡慕，很羡慕。对，这个都是我们小时候的那种感觉，对，那种感觉。因为台湾你以前是蛮困苦的，是是是，所以后来就会慢慢环境变好。是的，是的。所以这样的话，他们下班帮忙也不错。对呀，对呀，对呀。你看我这个架子大部分都用钢筋对刀搭配的，非常好，非常好。很少用那个，我们说要用木材，用木材放的，时间久就烂掉了。没有，它体积大。鸡蛋啊，也不好去管理，不好管理。对的，对的，对的。好，那么廖大哥，你能不能介绍目前就是你种的这些蔬菜有哪些要收成呢？可不可以给我们稍微做一个介绍？哦，现在已经目前季节不同哈，是在夏天的蔬菜跟冬天的蔬菜是不同的。对的，对的。那夏天的蔬菜呢，它本身在这个季节以后，它就慢慢已经不会再生了。生了，对。就像蒜苗是，茼蒿是的，是的。芹菜 对, 对，这个都是冬天的蔬菜，对对对，所以会不同。对，我看那个包心菜，你是很早已经开始在撒种种植了，是不是那个？对，对那个包心菜是撒种，因为我这个是这个梨山的高丽菜。哦，梨山的，哇，非常的甜，又对，梨山的高丽菜是我们大家最喜欢吃，又甜又脆，哇，真的很不容易。所以目前这是我们最抢手的最抢手蔬菜之一。是的，是的。那像现在这目前这个撒的小苗，这些是。刚长出漏芽的，这是什么菜呢？这个是小白菜。哦，小白菜，是的，是的，对对，小白菜。就是我们刚到这个廖大哥的这个家庭的这个菜园这边来的时候呢，看到这位帅哥啊，刚好你是放学还是上班回来？上班回来啊，正拎个大包包上班回来啊，而且他这个非常的亲切，招呼我们说，爸爸妈妈就在隔壁的菜园里啊，我们的车就停在门口就进来了。杰森啊，杰森，我们今天见面啊，非常有缘啊，哎呀，能够碰到，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大家。